秀干呢？怎样？有人自以为，谁自以为？没有啦。那是我的鱼被你告，你的钩子勾到我的鱼，把它勾走这样子。你们在吵架是不是？没有，没有。我们是为了团团吵架。为我干嘛？关我什么事啊？大树也中枪。大树也中枪。看到，看到没有？为什么？白痴哦，那个鱼，那个鸡。你走开！干到你！你的钓竿没耐久了？有啦，很满啦。到位、欸。到底什么时候才要钓苹果呢？呸呸呸呸呸呸！你怎么还那么多骨头啊？就刚刚吃鱼钓出来的鱼刺。哎、欸，对啊，鱼竿。哎、欸，鱼也会掉，对不对？鱼会掉吗？鱼刺啊，不会有鱼刺，好不好？有吗？这可以变成那个吗？有啊，鳕鱼有鱼刺啊。对啊，鳕鱼不是掉那个骨头？有吗？小鱼上一届就是这样子刷骨粉的。所以要怎么弄啊？要怎么弄？嗯，你就把鱼吃掉，就有鱼刺的啊。哈？其实它是杀掉鱼，然后变回鱼桶吧，还是什么？然后再倒出来。可是现在没办法用鱼桶，不是吗？所以我跟你讲说，那我们可以去河流捞。哦。这黄俊旁边不擦亮一点吗？亮一点记录了。旁边哪里？怪不会身在我们旁边啊？说哈团团那边吗？没有啊，反正我现在都用骨粉啊，其实没擦啦。啊，而且我旁边也都有插火把啦。现在最怕的是玩家。嗯，看右下角那个字幕，如果有跳出其他挖矿声，就是嗯，鲨鱼有几率。嗯，哈哈，换我喽。我刚我鼻孔好痛，我刚刚喷在哪里？我肉是不是应该留着、啊？腐肉吗？算了，腐肉还是十二。都要跟村民换绿宝石哦。绿宝石，说到绿宝石，我这个哎、欸，哦，哎、欸，苹果都不掉是了嘞、欸，是不是要让哈基来啊？啊，那帮你来钓鱼。对啊，苹果都不掉了。好，你钓鱼，你钓鱼，给你，交换一下。这个，然后这个，有了哈，有。Go go go！对，我们等一下可以上去驯服狗狗。嗯，骨头你全换了、哦？换掉了。我想说我们不会上去。为什么全换？我想说不会上去了。哦。狗狗狗。看狗狗活着啊！三个晚上哎、欸，被酷狗饿死了、哎啊。苹果，真的是有穿女仆有差哎、欸。苹果狗狗。有穿女服团团才会变强。没有啊，我没有啊，我刚刚苹果都没上来，都是骗人的。你的，我的什么时候才要咬嘞？学妹跟我还有一个学妹跟他讲阿斯，嗯，要跟他讲啊，要跟他讲说长大才能输，别这样讲的。什么东西？是一个国，你如果听到一个国中妹妹讲跟你讲阿斯，你会怎样？哈，我会很惊讶。喂，这个年纪，哎呀，哇，是蚂蚁啊！哦、oh.。
饮料是蚂蚁啦。天，冬天照样应该都去冬眠了才对。所以树唱歌才会掉苹果，是不是？哦，那天圆圆就这样啊。阿吉唱歌，给我好，给我苹果，给我苹果，给我苹果，给我半仙果，掉到半仙果，团团掉到半仙果。大家叫他们先高了，小鸡踩在线上，小鸡踩在线上，他们一定觉得我们疯了。哎，我后来发现我有去滑，哎，真的以前都看那个东西啊，没有，那个是新的东西。那是不是旧的吗？那是新的，它的画质很旧哎、欸、哦。是第二，那是最新一季的哦。到底为什么会有人要看那个啊？就很无聊，就又把它分享出来啊。对啊，爱看又爱抱怨。也是我之前跟同学那个毕业旅行，那四个大男生就一直坐在那个饭店里面一起看《天线宝宝》。为什么？好看啊，好看！哇，骨头有了！哎，有骨头，有骨头，可以幸福狗狗。哦，一根哦。然后从以前很久很久以前啊，就大概国小的时候，我看到天线宝宝，我看到那个宝宝果酱，我都很好奇到底是什么。哦，对啊，宝宝松饼。对啊，然后他把宝宝松饼丢在地上，超。然后掉地上在那边笑。好会哦！然后努努就过来把它吸过，那你吸掉了，然后就一起喊吸掉了。然后宝宝就学起，然后以后那个东西丢地板，然后东西被妈妈打扫，被打扫掉之后，妈妈吸走了，然后还要笑。到底为什么东西可以这样说啊？然后那个妈妈很生气，打了你一下，然后呢，你要编故事，搞，从那边翻墙好辛苦啊！没有啦，我们这三个人没有喝酒啦，没有喝啊，就正常都这样子啊。然后当你碰到就是可以跟你一起闹的朋友，你就真的会无耻，不是无耻，无下限的狂欢。没有啊，我一直很有自己的底线。没有啊，有啦有啦，都踩到线的底线。对啊，我都踩在线上了。哇，踩在线上，踩在线上，在线上，河豚在你脚下。哇，河豚在我脚下。繁星捡起来送给团团。哇，繁星捡起来送给团团耶。好烦哦。欸，其实配了学他学几句之后好累啊。很累啊。我好佩服那些配他们音的人。配音员会不会到时候变不回来啊？就是那个阿撇那个真的才可怜，好不好？嗯。很伤喉。阿撇那个没看。没看，因为我以前被禁止看那个。那长大你就应该解棒啊！可是好多哦，好累哦。会啊，台湾的配音就只有那几部而已。哦，我是小时候被禁止看那个。不要都丢给我啊！以前不能看蜡笔小新。我也是，因为我妈说怕我以后把大象拿来甩。不止长大了。长大了一样在摔。哎呀，没有啦，没有啦，没有啦。哎呀，哎呀，恶心。
可是现在的大不小心很好看欸，游戏电影版，游戏很热血沸腾啊。欸，每年都会出一个蜡笔小新，欸，是哆啦 A 梦，对不起，你是哆啦 A 梦吧？相反的，我是要去地表玩啊，看团长喽。我以为你们是树都弄完之后要去挖黄金欸。那我可以告诉你，我现在只弄到一个苹果，而且我现在还多两个金锭。嗯，哈，哈，哈，你的女仆神力呢？没有，那是你来挖才有用，好不好？没有挖就都没有哈，还是繁星来挖？没有，没有，有啦，你挖搞不好有用。没有，没有。你看，你已经被招福小鸡一直看着了。你看那只小鸡在看你，可以啦，可以啦。还看你吧，他一直在看你啊，离他比较近啊。你看他换看你了啊。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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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他一直在看你。招福小鸡，他好忙哦，他超忙的。你可以转过来，你的，你的，哼。我现在投标在他的屁股底下，看会不会生好运，打金鸡蛋。对，快点！看你耶！不要再看我了，你快给我出来，给我生！你给我生！啊，我知道了，我来醒杯好了，生出来！听公杯，听公杯啊！如果反团团比较适合砍树的话，帮我掉这棵树掉一颗苹果吧。不要啦，快生！盯着你看。哦，掉蜘蛛眼了！我刚找不到比较适合的。哇哦！快！感谢无名超级留言，挂台写笔记，拜拜！掉苹果了！果然团团比较适合。那你再讲一次啊！再讲一次，那如果觉得哈基比较适合的话，帮我掉一个苹果。没有，你要说我，你这样子不准。欸，你发现我，我没有骨粉的，所以你好吧，你去吧。那我们要不要上去啊？天晚上欸。哦，等白天啊。我们听团长的话。不是啊，可是我们现在也不，现在也没有骨粉啊，又没用。对啊，所以听团长的话，你说什么就做什么。那我说去挖黄金。好，走。等一下，狗狗狗，大河豚丢掉了。嗯，不要它，干嘛要它？开，不带鱼，走开，走开。走，我们去挖黄金。292，那这边就是中间啊。挖黄金，往那边走，这边是中心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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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又断掉了。哎，为什么又断掉啊？你又断了？对啊，你看一果然比较不稳。什么鬼？伺服器一比较不稳。对啊，往下挖哦，没事。丁地狱第十五分钟哦，今天有开地狱哦，有开地狱哦，可是没有人去啊。啊，嗯，我跟上一季一样。对啊，欸，给你这个啊，哈记，挖比较快。还有，可是我身上满了。欸，刚刚我们后面的那个东西有挖掉了吗？挖什么？懂。那我去挖一下。我们的招福小鸡还在那边跳。招福小鸡，哎，树长出来了，那就挖，嗯，挖一下。哎，我们那个招福安德嘞，没有啊，没有招福安德吧？钻木安德，嗯，不见了，峡谷卡了。
垃圾，丢垃圾而已。哎、欸，没苹果啊，好衰哦。一颗而已。对啊，就没附魔。哎、欸，我还有五个钻石哎、欸。我这边还有三颗哎、欸，都还没做、哦。我们要这个八颗要怎么运用呢？对啊，做钻剑钻斧吗？还是要做钻装呢？我觉得做啊做钻装好了啦。好，做钻团团。啊？为什么？运气最多啊！你战神呢？你是团长呢？全身发抖。